多位台北市议员及候选人一改问政时的票汉形象，换上甜美可爱的花浴衣，来到地热谷拍宣传照，共同为行销北投观光尽一份心力。地热谷公园是新北投极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，经过整修后，今年7月20日以崭新的面貌重现，并首度结合花浴衣节举办摄影比赛，邀请摄影同好共襄盛举，自由运用不同时段的自然光线，从下午日落的橘黄夕阳到晚间地热谷的绚丽景色，透过不同手法传达花浴衣文化的张力，展现北投景点蕴含的魅力。北投花浴衣节迈入第9年，早已经成为商圈年度代表性活动，不再仅仅是泡汤的传统服饰，更是蕴含北投历史与人文风貌的代表，加上融合时尚设计的概念衣，渴望成为新北投温泉商圈的新标志。记者游翔廷台北采访报道。